换造型，换造型。拜托玩龙马哦，你刷很久了哦。好了，我玩一盘呢，好不好？看在你刷那么久的份上，哇，我又是中路哎，我怎么一盘打中路啊？给一盘哎，我打辅助，好啊，龙马辅助最新潮流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刚刚的队友是吧？哈，哎，他运气真好，又要被我 KB 波啦。他说阿亮喜欢这造型，我马上换一个造型，我马上换成血煞炎魔刃。好，我刚刚听到他打那个阿亮喜欢这造型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手就是这样，换造型，换造型。不会输哦，那么猛，拜托，我那么猛怎么输啦？哦，天哪！灭绝一出必要见血，我上很危险，上不能打，我靠，他把干掉了，那个要生气，我没骗你，还敢吃啊？那个捅他喽！哼，看到我这配合了没有？啊，奎伦，你会怕吗？奎伦，有怕过吗？可是熟辣是不是啊？我都没在怕了，怕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你要这样打我也是可以的，我不怪你啦，好不好？开桶吗？回轮，得到了，得到了，还敢看？那看要死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龙马难不倒我啦！有没有头可以收？没有啊。怎么有人那么强啊？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怎么有人这么秀啊？求观众帮我算一下，我刚刚那个几秒闪的几个技能啊，为什么有人这么强？我操！我可以进屋，我要哈死了，我没办法帮他，去死吧！哦，可以哦，我好像又可以帮你哦。我看好弹，好弹。救命啊！出事了，出事！等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好啊，吃啊，吃什么？不要，昆仑不要，昆仑不要。有密室逃机的往内捡，但是他密室逃机往外往上，他有卡拉几个吧？你给我看一下哦，点个早餐呐、啊，犒赏一下自己啦，这么优秀，不吃了。
没有一个东西品相是吸引我的。居然死了！奎伦，错错错！奎伦再来，错错错！漂亮，奎伦带一下呗。他不知道谁在 carry 耶，是我在 carry 耶，好不好？夏威夷焗烤厚冰，好，就点这个鲜奶茶冰的，喝温的好了，喝温的好了。这请死了。啊，我真是太有水准的啦。那他们吵架了，那这也不能怪我啊，不能怪谁啊，那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我太强了，对不起啦。我死了，大家记得缅怀我啦。要怪就怪我呗，我太强啦，没有办法啊。心情不好，别打了，看我直播休息一下。还是要给他出一队的啦。哇，他死了，他膨胀了。完了，又死了一个，又膨胀了一个。可以爆钟，可以爆钟，这下应该也是爆了，三座全爆 ，GG， 下课，下课了，谢谢大家，去拆下啦，谁可以帮我拆一下下？谁可以帮我拆一下下？直接拆了啦。蹲个人，谁要死？谁？纳克罗斯？吼！再蹲一个。开扁，有没有人？开扁，这里要开扁了，我绕一背，绕一个背，精彩绕背。好痛，好痛！扁他，奎伦帮我报仇，奎伦，扁死两个，三个，奎伦再一个，奎伦，四个，有没有四个？没有 ，GG， 一波带走，哎呀，一波带走啦，毫无悬念。